你今天终于吃到牛排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真开心还是假开心？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开心的话以后听话一点啊。什么人来？什么人的眼神真的是讨厌死。挺开心的。老板，你呢？你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。看着还不错啊。看一下啊。来，小心要给你拍到我。好吃。你都不用切一下吗？你切的这样子手抓着吃好吃香，就是大凉山的味道是吧？肉，你这样子切着吃好不好？你看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，老板你快点吃吧。那我就开始吃了，来干杯。来干杯！谢谢你啊，老板。Hello， 是帅哥姐妹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老板带娃子，我们两个来吃牛排，知道吧？太好吃了，真的吗？是帅哥姐妹，好好吃。阿姐，你看这个香巴了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看，你快吃，不要他都不会吃，知道吧？快点吃，看这个老板，快点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好吃吧？哎，看老板吃的真香，我就想吃老板的那个披萨。谢谢。你吃这些呀？你这些没吃。我就想吃老板的披萨，怎么了吗？不行吗？烦死了，真的是，啥也不懂的，真的是呛爆了，还吃西餐，还吃牛排，真的是吃都吃不来，吃什么吃？真的是呛爆了。然后你吃的来，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。